Welcome back after a little quick lunch break. And next, we bring the true star power to you—the man who needs no introduction, Shi Zhenrong, the founder of Acer and the founder of Monaim Interactive—who today will take us into the future of art innovation. Please welcome. 未来艺术创造与表达的交汇点。Hello，大家好，我是呃新媒体艺术家，也是甚至是艺术家吴哲宇。然后今天我们非常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电子科技产业的先驱，然后也是 ASR 的创办人石先生来到这一次的对谈。啊、uh,，Stan 哥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好，那在开始之前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是我们今天来到 ABS 这个场合，它是区块链加 AI 的高峰年会。那其实我们今天呢，想要就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切入点啊，就不只是区块链产业，更想要去聊聊说，在台湾原本的环境可能比较偏科技或代工产业，那我们慢慢慢慢的切入这种新時新时代的浪潮之后，像艺术啊文化也是施先生在这个领域耕耘非常久的部分。 所以希望就这些题目来，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哎、欸，在艺术这个产业、文化这些产业，台湾一路上怎么走过来？那在区块链的浪潮里面，我们并没有缺席。这样，好，那首先呢，我们先就是我先简介一下，就我们就我与石先生的渊源，就是在其实在，在呃二零二零的时候，就从小啦，我大概开始参加一些数位艺术比赛。那在数位艺术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从像做动画啊，然后一路到后期的，呃，到比如说我出国去念纽约的新媒体艺术。 然后在新媒体艺术的后期，刚好遇到区块链与 NFT 的浪潮，所以当时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创作。然后回到台湾，也跟施先生的呃，科人双龙集团下面的双龙域有举办了一个沉浸式的艺术展演。那我其实想，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施先生哦，就是您对像是呃这一路过来，像支持区块链的艺术啊，或是支持生成式艺术，就您。 到现在看这些变化下来，有没有什么心得？就对这些的艺术性的感受如何？呃，应该是谈起我们两个人的认识哈，就是红鸡数位创作奖创作比赛。那我个人看法就是未来嘛，这是应该数位创作是一个未来。在那个时候，今天当然已经大家都了解了。 那就主要是提供一个舞台，让年轻的朋友能够发展。我创业的时候是微处理机才开始的时候，70年代的初期。到今天，微处理机也是 AI 的基础，CPU GPU MPU 也是微处理机，所以基本上我。 开始创业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人懂了。我称我们自诩为为处理器的园丁，因为这个可以带动二次工业革命。诶、欸，如果我们不努力的话，会变成历史的罪人。那今天完全不一样，从 Internet 之后到现在的数位转型、数位 AI 了，或者 Blockchain 了，都是整个媒体大家都听过了。 我也了了解，只是年纪太大了，没有机会去深入了解。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那年轻朋友比较有深入的接触，比如当年是在创业的时候，完全没有人知道，连投资人都没有，除了共同创业者。后来我只能找我们的员工入股，扣他们的薪水，扣他们的奖金。 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公司所有的股东只有员工，因为外界没有人看得懂。八四年之后，因为 PC 出现了，PC 大家在媒体开始，IBM 推出来以后，媒体就开始在推动，以后开始就有人懂。那刚好有机会认识了殷志浩，啊，我的老学长，大上海交大的老学长。 他要投资到第一家的创投公司，由我来负责，叫做宏大创投。所以我觉得有利益冲突，就跟他交换股，说创投基金我也有三十八的股份，拿道其十，他把那三十八投资到宏基来，才第一次有这个外界的股东。后来公司上市，当然变成社会大众有都来参与，所以我可以说是。 危处理是个机会，跟的这个应该要努力去发展，会搞成今天这个样子也不也从来没有想过了，而且还没完没了，未来五十年还跟危处理机有关。那关于呃吴哲仪所提到的这艺、個、术呢，偶尔是二零一一年被抓公差，因为我没有文学素养，也没有艺术细胞，所以当了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董事长。 所以就跟易文界呢结了缘。那我的看法是，当时进去的时候，艺术都是比较做创作方面，他在市场面相对的比较不是很重视，或者没有那些经验如何来经营。所以我一直提到说，是因为。 第一天就有媒体大佬、文艺文界的大佬说不欢迎上一届的人来参加国议会。我就说，创造价值呢，商是价值交换，艺术跟市场要做交换，就是商，共创价值。那个时候，如果你只有独乐乐，艺术创作者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从这样一个概念呢。 就一直我的使命，就让艺术的产业能够接到市场的接地气，能够有呃市场化，让它的价值能够体现出来。这个机制包含这些文化产业有一个产业文化认知，大家的价值观。所以这个已经十几年还在努力中。最近成立了科文双龙。 我等于应该是七十七八岁才在创业当董事长，退休以后我本来只当非盈利事业的董事长，后来变成社会企业的董事长，最近又哈、啊、好几家的董事长都是在重新创业了。我应该可以算是全球年纪最大的创业家啊，还不断的在创业中了，还在努力。那当然大趋势是科文双融，就是科技跟文化双融。 第二个就是净灵碳排是一个大趋势，所以我是随着大趋势，就不怕死的就投进去，反正就是慢慢去体会，慢慢累积自己的核心能力。那今天被邀请说来谈区块链，我当然知道这个名词，也大概了解他想要搞什么鬼。 但是我只实际上自己就没有深入了解这个技术。各位了解台湾的数位技术、数位科技，我是第一人。啊，从 calculator 开始是科数位科技的第一个应用，大量应用就是电算器，所以我是第一人。但是只能胡老了，没有时间再读这些新的东西了。AI 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我也非常支持，一希望在 AI 的里面。 台湾能够进一步向、呃、I C T 跟 chip 能够对人类做出更具体的一个贡献。好，谢谢。谢谢先生。哎，不我我也很好奇哦，就是因为其实说真的，浪潮变化很快，然后我们都经历过很多，不管是区块链产业还是 A I 的那种大起大落，比如说有间某间非常大三个字的英文倒掉了这样子。 那我们也很荣幸呢，就是其实都可以参与到这些历史的脉动。那就新创企业来说，其实非常容易遇到那种，就是其实很多就群体出现嘛，然后又群体消失。像也听说像 ASO 其实有经历过非常多次的转型。那我其实还蛮好奇，说就是在经营从代工转到品牌这个路上，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态转变？就您觉得怎么样子让台湾的不管是创业者，甚至不同产业的从业者，都可以在这些浪潮下面生存下来？ 我利用这个时间来把你刚才的问题的错误啊，先说明一下。我们是从品牌开始在做代工的，因为我在做 calculator 的时候，做电脑的时候，全世界的 calculator 厂商跟电脑都是自己制造，没有代工。因为我们用自己的品牌，才有机会让全世界看到台湾能够有这个技术，也能够做。 啊，制造高品质的产品，同时，也是具竞争力的。所以就，就反正大家知道微笑曲线嘛，我们中间很厉害，我们左边左边的研发也有能力，右边的能力是不足的。那因为我当时创业也不得不用自己的品牌在右边想办法 B to C。 台湾的能量还是 B to B 为主，包含台积电也是 B to B 这样。那整个既然我左边有能量，中间更有能量，那右边有很多公司需要我们的服务，所以我们是延展 Design Manufacture Service 研发制造服务業，用代工名字，好像定位像张忠谋也不太喜欢用“金人代工”，他说服务 Foundry Service。 我们是做服务的，有价值的东西，而有价值的反而是在微笑曲线的最左边，有能力开发新的一个产品。所以基本上呢，整个面对很多像今天谈的主题，我们年轻朋友在左边的能量，在多元文化民主的环境之下，我们左边的能量也是很够，但是我们右边的市场太小。 尤其要国际化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在开一个会，也是在谈如何帮台湾的译文团体能够国际化的可能的投资。实际上，宏基最近的他的比赛、微笑竞赛里面就有国际组。反正创业成功的需要国际化的话，我们来提供一些。 以前教过的协会呢，能够让大家能够分享，能够帮上一点忙，所以这个是整个在新创产业左边从左边想起。目前我在微笑期间提出，以前是由左来想右，未来我希望看到的是，我们先思考有右需要的是什么，有右来。 呃，引引左边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化，实质上整个我们产业的文化，尤其现在未来的机会是越来越多，很大很大。当年我们只是小小的，现在越搞越大了，那很大。但是参与的人以前只有我们只少数几个人参与，现在几乎每一个人看到这个机会都要来参与。那你要掌握这个机会的话。 如果你没有两把刷子，你很难竞争过人家。所以培养掌握这个趋势，有好的立足的策略，然后培养自己的核心能力呢？常常不是在技术端，常常是 business model 端到端如何有效，以及在市场端建立的通路以及。 现在通路当然网络可能的通路又跟以前我们不一样，在品牌的形象，这个多过多微笑曲线的右边，台湾客观条件呢，人才是严重不足的，严重不足。当年我已经有这个认知，因为台湾的工程师很有能力，我工程师呢，我就当奸商兼的做商人，否则工程师会。 那个出海口不够呢，会依机啊成灾了，就是太多也没有用。右边你一定要把出出海口把它打通是非常重要。OK，对。不过我还蛮好奇，因为像后来先生您知道也是国議会议当董事，对。那台湾其实我觉得在译文跟文化产业的需求也比较少，就包括了，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好像市场还没有被经过非常大型的验证的状态。 那您怎么看？就是从国议会开始，比如说，呃，推出一些补助，或是推出一些帮忙就是要协助或投资译文创作者之后，这件事情或台湾整个环境的转变。政府的角色，像国议会都是在左边，花功夫。那我进去以后，第一个就希望建构一个译文的社会企业，哎，的生生不息的一种新的机制。 虽然努力已经十年了，我看还并不是非常成熟。我成立了科文双龙，实际上我也是被抓公差，被科技部，因为有数位内容数位典藏的计划呢，他希望有左边的这些数位的材料，希望能够在右边呢做一个桥接，在市场上能够发挥。这个是当时。 科技部希望我做的，那后来，哎，当然文化部了，还有我是，呃，呃，文化科技发展的联盟的啊召集人，副召集人都各部会的副所长，然后各部会的所长，哎，这，哎，还有很多各单位的人当委员，业界也有，业界的指导委员呢，后来我们几个人就说。 讲了半天，不如骑而行，就是投资进去，所以才会成立的科文双龙。而科文双龙在呃一零一五楼所建立那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域呢，相对的应该也是比较创新的。以前沉浸式包含在法国或者日本的 team lab，都是以视觉艺术为主。 那我们在课文上呢，除了视觉艺术有以外，主要是利用那个场域做表演艺术，跟表演艺术做结合，而有新的一些形态的出现。当然，我们还在努力中，因为只有三年，还在亏本中。啊，那整个呢，我个过去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的生意形态从微笑曲线的。 角度呢？你在一个表演的艺术，在复制的过程中间制造就复制的过程，复制业不够多，分摊左边的研发的成本以及道具、背景的成本呢，算起来都是亏本的。所以整个表演的艺术在台湾，因为市场量是有限，如何？但是如果透过未来是科技。 透过媒体的发展的以以后呢，媒媒介改变网络的推广以后，好的艺术产品如果左边做得好，创新的内容，右边的品牌形象是定位好，而且知名度长时间有效的，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好的话，那你中间制造的过程是透过科技来重复的话呢？ 相对的成本是降低了，国际化也比较容易的话，那我谈的都是用讲的，也在做之中了。要体现的话，也在做，但是真正要产生成功的模式呢，可能还要一点时间，要多投入一点。但是有初步的一些成果，我们现在已经规划把这种场域呢，要复制在台湾各个角落。 以及到国际上也做复制，因为科技的复制呢，不管是尤其台湾的呃、啊、投影机，算是世界相对领先的。那科技的能量，见过一个后面啊的 server 了，或者控制的控制的软体了等等，我们大概能量都没有问题。所以从场域的复制呢，相对未来。 都容易量化，而且国际化。那我们所创作出来的内容，就很有机会创造更高的价值。谢谢先生，就其实先生在。 呃，推动艺文产就艺术产业的发展，甚至是在科文双龙集团，然后还有双龙玉这边的新的尝试，真的是不遗余力。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因为从二零二零的 NFT 的浪潮起来之后，大家都知道 NFT 的市场到现在其实是一个非常萎靡的状态。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就我们台湾有一群生成式艺术家就在思考，那我们究竟在艺术创作上想做什么？就为什么要用区块链的媒介来创作？ 那到目前为止，我有几个比较简洁的答案。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做出跟着世界的资料，因为像活的艺术作品，它不断的演化，不断的生成，然后它跟当代艺术是一个不同的分支。等于说，我们把艺术品的创作脉络留下来，在这个历史上。 那第二个是说诶，其实我们也没有跟艺文产业有这么大的隔阂或不同。虽然说我们可能比较多都是从工程师出来回来做艺术，但是比如说在二零二一的时候，我们跟施施先生的坤双集团下面的双龙玉这个场域也有做一个完整的沉浸式展演。然后在隔一年，我有办一个个展《万物公式》。 是我们把展演的系统做成活的，意思是说它会跟着所有观众的各种反应啊、资料、音乐、视觉去做到整体的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像 NFT 的这个媒介啊，虽然虽然到现在可能大家碰触碰的比较少，但其实我们都作为艺术家们都还在往往前耕耘。究竟在科技的这个媒材或科技的这个材料上面，我们可以怎么去叙事，然后去探索艺术到底是什么？比如说像啊、呃、AI 发展到现在。 如果单纯只讲 A I 生成图面，其实是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会去思考说，好，那 A I 怎么跟人人类对抗，或是 A I 怎么去啊、呃，比如说去描述说，那比如说有呃一个瓶子或是一个名人，它中间有个过渡，那 A I 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找出中间的某个过渡，或甚至去做一些很有趣的人机互动的尝试？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对谈里面，也想请教施先生，就对于 AI 这个浪潮，因为您以前都是支持非常多的艺文产业的发展嘛，那你觉得在这个情境下面，AI 是可以创造很多的图像或是东西了，那人类怎样创造艺术，最终留下来的文化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会特别的？我最近提出的新微笑曲线是跨领域的。那等于资通讯，就是数位。 跟艺术领域跨领域如何有效的结合？最最重要的结合起来的微笑曲线，右边是体验经济，左边是共享经济。共享就是 no 号的共享，整个大家一起来努力。那很明显的，以目前呃在课文双龙所融呃跟艺术家合作的内容里面。 我们也帮他们在长期做授权的服务，比如说，这一在台风音乐会，不是台风起的台 crazy for 台湾那个风是疯狂的风，台风音乐在北流中心，哎、欸，针对年轻朋友的一个音乐会，里面的背景呢？ 就是用泽野的生成式的艺术，那当然要钱嘛，要收钱。所以艺术家未来我们希望帮他们忙，他们在睡觉的时候，尤其国际化之后，他还在收钱的这种机制。后来在啊两、呃、天的广场里面，泽也到现场去关声，把那些音乐跟整个他的艺术创作呢。 诶、哎，当也就是就是右边的体验。今天我在我是湾生乐团的后援会会长，后援会的名字就是啦啦队或者粉丝团的团长。所以整个当七年前我就提出，我们要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新年音乐会，有别于维纳新年音乐会。 那主要的音乐的内容就是台湾的音乐，跟文化就完全结合在一起。文跟文化结合就有差异化，就跟国外的音乐会完全有差异化。那目前受众在台湾呢，已经相对的比维也纳音乐会多的很多。因为古典音乐，你上音乐厅天会睡觉，听到台湾的音乐你会很感动，因为它是。 最美的，我们熟悉的旋律呢，用最高规格的艺术规格表现出来。我常常讲，用英文讲台湾的故事，因为也在讲故事，所以也受到很国内外的欢迎。现在从今年开，呃，去年开始，我现在就希望他们能够开始国际化，呃，国际化到美洲、加拿大。 最近到日本去，六月份到日本去，现在启动一个十大世界十大音乐厅的表演的一个目标。第一个站就是三得力后的音乐厅，日本的十大，那很受到日日本的欢迎。他的日万圣音乐会的特点就是跟接地气。第一个到哪一个国家，三分之一是。 台湾的音乐三分之一是日本的音乐，三分之一是两两边都熟悉的音乐。他重编、重新改编，然后用我们的乐团都是在国外留学、硕士、博士，都是最好的音乐家。那演的东西就不是欧洲的音乐而已，演的演出的都是台湾的音乐，所以这样也可以真正的能够普及化。所以我的脑筋里面。 就是要创造价值。那有价值，台湾有价值的地方很多，但如何创造价值？左边有价值，中间要把它复制，要简单容易，到右边又要能够让全球能够接受，这里面要面对的挑战当然是很大。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都没有这样的有经验的啊能力人才。 那我自己先去教协会，慢慢的带领一群人。像宏基现在的员工，制造已经变伪创，研发变伪创，或者其他的 ODM 的公司。那他的只做品牌行销的话，三分之二的员工都是老外，都不在台湾。在台湾也也有一大堆老外，就是为了国际化，因为只有在台湾的价值真的太可惜了。 台湾的能量绝对可以服务台湾以外的市场。台湾的市场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我们做得好，可能做到百分之三，个营业额的百分之三到五，也就是外国际化的机会是台湾的营业额乘乘以二十到五十以上。这个也，但是只能用想的。 机会就在那边，但是能不能做得到？实质上，我们还应该在培养、发展这样一个能力。我们的能力是不足的。那我的个性就是哪里有瓶颈，哪里能力不足，我很多地方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我现在退休以后就开始，呃，以前不了解的地方都都受教了，就是都去。 多去花时间，多去了解。谢谢。非常认同施先生所说，台湾要走到国际舞台不太容易这件事，因为包括我们一群台湾的深圳市艺术家也是在耕耘，最近在办台日巡回展。 那其实真的要打到欧美的市场，或是甚至艺术文化的中心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甚至有时候要靠一点机运。比如说当初我进到 NFT 圈的那个欧美的，甚至艺术市场，甚至是有作品被偷走，然后艺术出版之后，最后上到苏富比拍卖，那整个过程真的都是呃机运加上我们可能平常在因在因得福，就累积下来的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边也非常努力了，他实际仍然在推说，就是让台湾的不管是艺术家持续去巡回接轨，甚至进到像威尼斯双年展啊，或者这些大型的文化展会。那其实也真的还蛮期待说，能够把不管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科技，不管是科技还是文化创作者，都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也是真的是认识这一圈之后，还蛮希望能够就是跟世界上愿景相同，就是让这些创作者可以伴随着不管是商业上的支持，还是呃这种创业型的这种思维，然后在国际的舞台上发光。所以其实一路上真的也很感谢施先生。那最后也想请问，请施先生勉励几句，就是对于台湾文化跟未来还有这些科技结合，有什么样子的期许？ 呃，我最近在媒体里面提出一个新的愿景，叫“台湾猫群名扬四海”，“台湾 c, ats,、um、World, c a t s c h a m i n the world”，“C A T” 就 “Culture Art 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我在努力的目标，可能会成立一个。 培养台湾台湾猫的基金，专门在寻求可以国际化、名扬全球的四海的一个台湾猫，呃，很多很多猫。那这个先有这个愿景，因为我刚才有谈到台湾音乐会，我在跟李泽义老师在谈，就有一个愿景。我在那时候就有一个时间，现在我 Kate 没有什么时间了哈，可能可以提一下。 我说二十年以后要跟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齐名，齐名而已，就是比也是在国际上有名的这个概念，总是要有一个愿景。所以我提出的就是整合台湾的科技，哎呦，台湾猫呢能够赢名扬四海。那这个有要有很多的机制、资金的投资，把它培养出来。 有经济的组织呢，能够让它在国际上能够推广，而且实质上能够运作。像台湾，呃，万生音乐会、新年音乐会、台风音乐会，所有我们都有一些会员会的人，大家参与来集思广益。更重要的就是台湾的很多企业家，大家化整为零，呃，一一家一百万。 啊，大家，那我们像台风音乐会、新年音乐会，现在抢票了，所以赞助人的票越来越少了。本来五十张、一百张变成三十张了。但是如果是台风音乐会呢，他如果来了，就给他两三百张。我们也需要观众来，因为啊，比如中心有两千的位置，很大，哎，五千个来讲应该很大的位。所以我们而且演一场又花不来，因为场地费用。 投资很大，所以要演三场以上才可以打得平。所以这里面的生意的机制呢，实际上是要建立的。那只要有成功的模式案例的话，大家都都可以跟着走。现在演绎你看看，在网络上不收钱，在现场里面以万人还有票价很高，年轻朋友都是要看这个啊，就是。 表演的演义，呃，就是歌唱表演的这些东西，各项。所以我希望艺术水准更高的也能够能够普及化，这个对台湾的人的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精神生活是有效的。对不起，还有五十九秒八，我是我最近提出的创新系导跟。 东方系文明的发祥地，新的印第以前是科技岛，跟世界共鸣。现在提出这个，也就好好利用我们台湾的科技，能够对人类的精神文明，cut 就精神文明。如果是物质文明，我们已经对世界做出具体的贡献。精神文明，我们是下一波要努力的方向。时间呢，我所希望应该十年之内看到一些成功的案例。 二十二十年之后，变成啊、呃，我们是国际上的一咖了。大家也认同说，台湾有这些能量。好，谢谢，谢谢，谢谢先生。我也期待最终能够在文化跟科技上持续在未来的舞台上面发展，然后让大家看到的世界不一样。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施正荣与胡志宇的未来艺术分享。